那今天呢，就把剩下的食材没有用完的用完，那就是高丽菜、红萝卜，然后雪白菇，然后一样是老姜，这次有加那个辣椒，其实小雷不敢吃辣，那也是要配一点菜色，这种不会太辣，还是要试着吃一点点辣，然后就是还有这个素食的那个沙茶酱，就是沙茶炒高丽菜，就这么简单。那姜爆香的差不多，我就转大火。但是雪白菇是有穿烫过的，算是熟的，只要后面还要放。这时候可以放雪白菇。其实我平常炒高丽菜，一滴水都不加。然后现在放沙茶，好香啊！因为沙茶它有油，所以前面的沙拉油就要少加一点。熟了，然后我就关火，关火才能加盐巴。可是过午不食，要不然现在好香哦。香的，受不了的香啊，比香水还香。